哇，这个干地的好方便餐。因为我们那个 Costa 体型比较小，所以我们有一些动作的话是用蹲的方式来做，先给他的。借腹展的借背，然后他都可以准确的接到飞回的哦。不见得，但我准确度很高哦。哦，我们高雄分会的同仁们。掌声，这个小操盘，非常简单的动作，加上一些掌声的话，一分钟。哇哦，大家帮波卡鼓鼓掌！这个动作很难耶，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应该会有很多不小心狗狗踩到爸爸脸上的伤害。15秒，15秒，15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